珠海是个海岛，珠海是个岛，因为在这儿做一个，就是这其实对我来说也是做一个平台，因为珠海是个海岛，其实不适合长久闭关。就是大家要是说未来修这路上证的这些长时间要闭关的话，我准备还是再找一个地方再给你们设计，因为这儿只是个结缘的平台，你也看了大家吃住行是不是很方便，而且珠海比较潮湿，它是个小岛，四周都是海，你常年里面住在这儿的话，有时候有些人闭关，尤其是年龄大了的，可能就风湿啊，或者是有些爱在内陆，我也在移动，就是不一定说哎你不需要想的说是还有后半生会怎么，那可能我也会在内陆这个山里边会建一些，到时候大家欢迎大家过来啊，你只是说暂时这边就是个平台，而且这个平台是以互联网作为一个就是大家沟通交流的，因为住这边吃住行这边珠海也还行吧，就是大家反正一看喜欢了，这边就是跟新疆比，但是它就是个小的，就潮湿一点，你在哪里都可以，其实你在哪里都可以，因为你比较，我觉得你慢慢就会去，不管你在哪里，慢慢一个经常反内省的人，就是反省自己，不断的觉照自己，不断的成长的人，在哪都会成为助缘。你在一个很条件比较艰苦的地方，那些地方那个东西都会化成你的助缘。你在一个好，就是说一个道场好一点，它也会化，因为你不断的在自己身上找原因。你就不断的能适应所有的环境，你既然如此的下决心修行，我觉得地球上任何环境都能适合，只要你不还有口气不会灭，我觉得没有不适合你的修行之地。你是说如果说我住在哪舒服的话，那得找个地方，但是如果你说在哪适合我成道的话，我觉得就算在很恶劣的地方，你都会把它转化成你修道的助缘，对你来说可以，知道吧？说你不过是说来老师身边，就是说得到老师的一个系统的指导啊，或者在修行在正量上，这个也是一个大家是，这个也没问题啊。但是呢，很多也挺好，只是说，但是在有些你独立待的地方，你也有很多的就是逆缘出现的时候，或者是有些你会不断的觉照。其实大家就是基本上在见地上就很容易到达，因为大家都很聪明，现在都生生世世又修行过，又很聪明，又是受过教育的，都认识字的，这个很容易对见地领悟，这个我觉得没问题。现在大家缺的全是正量，就是功夫不够，都希望通过文思就能获取功夫，但是这个可能性不大，一定要在坐垫上啊好好的修几年，真的是你要达到六根互用这种状态的话，你不闭关修一个人专修，这个可能我觉得难一点啊。我觉得你不是不够，你可以的，你能抵抗住生活对你的冲击，那些东西都是你要的，琐琐碎碎那些创伤，它也不是一个多重大的打击对你。你会越战越勇的，真的不怕。老师只是一个在航向上、方向上给你一个方向，其实最后修行是你自己，你在每一件事上要过，尤其到最后圆正，在生活里每一件事、每一个理上你都要圆正空性，每一件事上，婚姻也是，你这才圆满嘛。就是空，就像修二个月会到阿关师修到空觉即圆啊。你都有空觉了，你已经空了，但还要集缘，还要圆满，你才能那十四无畏力啊、神通啊全部出现。你不是有个空觉，这个哎呀，我中了空觉了，就马上就能出现的，不是？你才那种力量。这就像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，也是大学生，他其实没啥能力的，可能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20年的大学生啊，他也两个人都是叫大学生，都你说文凭都一样，但是他的能力就很多了，那是在实战中练出来的，知道吧？空觉即缘，你在每一个人世界的事上，当然甚至在地狱道、恶鬼道的事上，你空觉即缘，那种无畏，那种坦然，那种坦荡，看见一个地狱道众生跟看见他没啥区别啊！我不是说你是的，就是那种心，你的心里边，你的平等已经达到那种如如不动。这个恶鬼就是长着这么长指甲，就是他的相多邪恶啊！流着这吃血饮血，你都不惊不怖。你不是怕，是根本就连一丝的惊讶，或者是你觉得这个是个恶鬼道众生都没有分别的，
六道没有分别，觉得都是在梦境里边帮他解决问题，他是个恶的，他是女的男的恶的这什么，这些都没分别的，在你面前都一律平等。当然你是医生嘛，从你医疗的角度他们都是病人了是吧，只不过是恶鬼病得重一点是吧，他就是极端的病，他是就像就不管他怎么样凶狠，在你这都平等，而且连一个念头都不会动，不觉得这个人好恶啊，你都不觉得他恶，你只是觉得病得好重啊，就是那种还有就是如果在实证，如果是药师法，还有就是个后这个情欲啊，在实证正量的刚开始一段时间一定要离情趣。我发现不管你宿世是什么根气，你这一世呢，你这个父精母血要转，你毕竟是胎生出来的是吧，那父精母血首先让你浑浊，然后遗失宿世的修正的那些正量，甚至你宿世学的东西都记不起来，都是投胎的时候父精母血那种浑浊，就像过那种什么阴阳河一样的，父精母血就是那个河，你一进去你就迷了，把上世忘了，知道吧？然后呢，你自己起心动念，你一动情欲，就像喝了孟婆汤，你啥也不知道，知道吧？那个阴阳河跟孟婆汤就是父精母血跟你的情欲，把这三个停下来，你的正量会获取，知道吧？这个还是真的是人性的一个脆弱的地方，它很容易让你跟上一世隔开。就上一世你的能力显现不出来，就因为情欲，我们的情欲还有名情欲一停下来，然后呢名利心就会基本上对，就像消失术士已经是法王一类的，当你的情欲一停下来，名利心根本马上就基本上看不见，名利心很容易的，就是这个一消下来，就说这个需要闭关证的，这个直接在红尘里边修这个比较难，你直接就说只修就像密宗修大手印啊，或者根本不可能，就是你没有一点点功夫的话，刚开始在这个定力啊、觉照力啊什么达不成的话，直接说，就算大手印说修双运，他也是到最后才修的。他开始的这三观啊、四观，他不是一开始他是需要在戒地啊、在定力上要完善的，所以这个需要闭关，否则你拿不出生生世世力量来，上一世白修了，就是我们就是借用不起来，知道吧？我们会有一些语言拿过来。也有一些就是在见地上很容易拿过来，就是很容易说，上一次修到一定时候，这一次看那些东西好像很容易开悟似的，然后那些缘也很容易聚在你身边，但是定力不是你必须把情欲解决掉，而且清净啊，就是最起码在这里边清净，如果你想达到一个就像将来帮助更多的众生，那你要舍去你自己的东西，不是没有代价的，你不能自己贪玩，你想帮更多的六道众生解脱，那你不能玩，他们是游戏才导致那样的，他们正因为贪恋这个世界六道世界的幻境，所以才病得不轻，如果你也又贪恋六道众生的幻境，还又想帮他们，可能性不大，迟早被其所害。如果想闭关去真正的修行自己，先用离情趣来达成，离情趣就暂时的离情趣，等你真的得看着女性，看着女色，不管这个女的多好，男的真的是在眼睛是平等的，而且不起一个念头，就是不会以色相，不会因为色相起心动念了，不管生理到心理，达到这个境界，那你差不多了，你再修其他的，修大乘界，修空性，你很容易这个，你回来以后，你的空觉机缘回来以后，可以结婚生子，你可以做随便你500个老婆我也认。你对你身边，假如说我老师我娶了500个老婆，我说你要搞店的话可以，知道吧？你只要是吧，可以啊。但是你要是在没挣的时候，这件事一定会让你受损，不是他们的让你受损，是你自己的那些东西，一定要发心正德。你要想帮六道众生从梦中醒来，你写的不要在梦中玩，你写的离梦。你以为那是个梦，你还不想离呢，是吧？你写离梦，否则你没有能力帮助他们，不是空口说的发愿普度六道，就是不是空口说的。这就像我当年坐在，师父也跟我说，不要遗憾你玩不上，是吧？因为感觉大家都要玩，有些事你玩不了，你闭关嘛，是吧？这个世界的红滚滚红尘的一切游戏啊，
那就是个梦，你谁知道这个，你知道这是梦，但是你有习气啊，哎，你也想出去，哎，就玩一下嘛，小小玩啊，就像那小孩子，人家都在外边玩，你坐那儿念书呢，就那种感觉。但是说你发愿去普度六道众生，你就得舍弃你今生的这些东西，他就是玩心啊，就是那个心，他不是形式，他不是说你那个心要舍下，你不能，你不能，就算是你这你说是有缘有宿缘的众生来了，你要了缘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也会不断的，其实就是在修炼。你有天你都会觉得，在一份爱情里边，或者是在一份亲情友情，你不，你能不能在情里边不加上修炼二字，是吧？你觉得这个有点亵渎感情人类的，在亲情里边你要修炼，爱情里你要修炼，你每件事情上你要绝招修炼，这是师父让你的功课。哎，你就觉得有点。这怎么就这个修炼逃不掉了吗？怎么，什么事也要修炼是吧？好像你这个就是什么事也要打上修炼两个字的烙印是吧？你觉得你就不能尽情的游戏了是吧？什么你能不能把修炼二字扔了？不能，哼，等你成道再说，成道你就可以破了佛像，破了菩萨像，破了空性的像，全部破了，你自然破掉了修行二字，无修无证嘛，你本来就是嘛。但在过程中修炼，知道吧？啥也得修，看病也是修炼啊。虽然功德如幻啊，我就看病就是功德如幻，我不在意，但那些功德要，知道吧？如幻，我就要如幻功德做，哎，做可以治病就可以，但是呢，也要保护好自己。嗯，毕竟接触的对象比较凶狠，嗯，而且他们诡计多端，那没定论的啊，而且。你帮不完的，帮不完的，永无止境。